没买菜了，今天又买了挺多东西的。下个礼拜的菜呢，我就买了这些。基本上我们家现在水果的是，蔬菜的是不用买了，大部分都是够的。买了一点水果，豆腐、肉类子，买了一点橘子，还有就是买了6个苹果，几盒豆腐，香干，这是姜，还有几包河粉。这个最近我老公迷上了，把这个河粉呢切条，然后呢，蒸一下，蒸个10分钟，然后拌一点那个辣椒油，就非常好吃了。这个是回购的盐焗鸡粉，准备复刻一下那个火车头。买了一包粉，买了一包调料，这个是就是做火车头的调料，我准备复刻一下。然后呢，辣椒呢我自己种了，还买了个豆芽，九层塔呢我也有了，所以呢就基本上材料差不多了。这个芹菜呢我专门想买过来种的，不知道能不能种出来。我准备呢把这个呢，因为它有一点点根，我准备放在水里发一下，然后种，试一下看看。然后这个洋葱呢就备一点，这个也是回购的，这个是第一次买，叫什么清香香梨，这是我第一次买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这是芋圆，我准备呢跟绍兴枣并在一起做个甜品。然后这是小朋友，他说他想把来过来当早餐，偶尔换一下花样吧。这就是我们家常备的，我们家就是吃李子啊，这是李子，还有桃子，重度爱好者，这是黄桃，一个礼拜至少都要吃掉好几瓣。我买了两包，这里面好像是4磅吧，还买了玉米，感觉缺德就的玉米特别新鲜。当当当当，这个好漂亮的。我说当当当当，朝天椒树好可爱啊，才3块多。我如果专门买这么一包的话，应该也要3块来钱吧。但是这个呢，我可以自己再继续种的，就很可爱，像盆栽一样的。OK。它是假的吗？真的，这个是迷你玫瑰，这是紫色的。我上次买的一盆是黄，好像是粉色的。然后如果我还有一个黄色的呢，我什么时候看到再买一盆，就3盆不同的颜色，我都很喜欢。这也好可爱。对，等一下，这要烧的这个。是妈妈，妈妈先吃。等一下，再买了一个花椒油。我这是特别买小瓶的，我们每次买有时候太大瓶都过期了，所以呢这是特别买的小瓶的。那蒜头准备种那个蒜苗。妈妈，这不是那个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梨子。啊，是 green 梨子吗？对，这边呢还就是那个鱼。哦，买了2条鱼。好大呀。对，这个叫是鲤鱼还是叫什么鱼啊，我不知道。这个，哦，这个不能吃的，对，这是辣椒，这不能吃。这不能吃，你把它摘了，弟，不要摘呀，医生。医生可能忘记。不摘了，弟，这不能吃的，辣辣的。医生可能忘记了。对，买了2条鱼，然后呢2只鸡。基本上肉呢就差不多了，因为冰箱里还有点剩的嘛。我还没收拾，你看我老公又吃上了。这橘子可以吗？可以，好吃。等一下好不好？看看能不能养生出来。放在这个水里面吧。我老公说我这规模越种越大了。
这是我种的那个西兰菜苔，就是长梗的那个西兰花。看玉米也好大了，茄子也很大了，这个准备留种。网友问我怎么好几天没有更新了，我呢前几天呢又去看医生了，我的手这边呢就起了很多疹子，今天呢就稍微好一点了，前几天那个疹子起的还挺严重的，然后呢医生呢又给我开那个激素吃，天哪，我感觉我吃了这段时间都胖了好多。今天晚上我就烧个简单一点的越南粉吧。后来去看医生的时候，那医生说我是前些时间就吃了那个抗生素还有激素，可能就是在我的血液里面起反应吧，然后就呢从我的皮肤这边发出来，就晚上呢就痒的能够睡不着觉啊。像我妈说的，人真的是不能缺一根头发丝，有一点点不舒服就全身都不舒服，睡都睡不好。材料呢，我就越南粉，然后丸子、豆芽、牛肉，然后辣椒，就上次吃剩的一点鱼片，还有三根这个我已经放进去吧，响铃卷。今晚再炒点菜吧，不然蔬菜太少了，主要是我家空心菜也吃不完。小宝心心念念已经好几次说想吃火车头了，他马上应该也快下班了，他很快也要开学了。这是下半包还是下一包呢？下半包那一块不够吃，一包那一块吃不完，算了，多下一点吧，总比不够吃的好。这么多，我老公他那个手上次做完手术嘛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，好像说还是有一点点痛，可能瘦三尖动骨100天嘛，所以就是养养还要一些时间。然后弟弟呢，他这边也做了一个手术嘛，就割掉这个，它是一个化脓性的肉芽，现在呢还没有拆线，可能呢要下个礼拜才拆线。他的那个兴趣班啊，就是有一些游泳啊都停掉了，因为现在还不能沾水。烧的呢，偏硬一点点，有劲道一点。把夹起来过一下冷水吧。哎，老公，今天就吃那个越南粉好吗？简单点。他真的回来了是吧？2块钱的面煮出来这么多。小宝，我今天做火车头给你吃，不谢。我准备再点九层塔放下去。我买了这个牛腩的调味料，偷懒就没有自己烧那个高汤。另外我还加了一点点这个越南的牛肉酱膏，放一点点鱼露吧。我把所有的材料呢，还是想焯一下水，就烫一下。因为小朋友吃呢，我不太想让他吃那么生的东西。哇，会不会太多啊？我这个懒人，案板都不想用了，拿剪刀剪一点吧。全部都烫熟了。这份给我老公吧，还肉多一点。鱼，再给他放点豆芽，他豆芽不是特别喜欢吃，少一点吧。家庭版。哎，老公，你那份好了，来，哎，谢谢，这么多，多吧，谢谢。哎，你试试看好不好吃？可以。这个越南粉好久没吃了，这是家庭版的，好香啊！哎，谢谢你，我每次烧什么也都说好吃。那肯定。哎呦，来业务了。这一份呢是给小宝的。好的。
你换什么？弟弟扫帽子。弟弟，你把筷子不要插在衣服上呀，弟弟。这可能我们蔬菜都吃不完了，一大盘怎么办？吃呗。